小宝贝儿先自己秀一下好不好？让我们看一看你的球技，个人球技怎么样？给我们垫几下，好不好？来个颠球怎么样？来，你颠几下，然后传给爸爸，好吗？你们俩互相来一下，来。哦，哦，哦，啊，交给了父亲。光这样秀啊，根本就体现不出你的球技。嗯，来到咱们这个中国这个好家庭的大舞台上，咱们什么道具都有。看见了，你看见了啊！我这准备给你个惊喜，原来你看着了，来把门呈上来。来来，请过来。那接着话就我守门。来吧，晨晨。好嘞。来啊，来，紧张吗？咱们让梁老师来吧，请说一下好吗？助跑，射门。啊，这什么？你这是漂亮的耶耶耶！哎，不是，我先跟大家讲一下，我这不是守门，我这是守护我自己。啊啊。不是你丢人不丢人呢？不是，关键人家是小球星，你换一个，你换天天我就能守住。天天来，真的假的？天天来来来来来，对不对？你这他是。哎，有请天天。来来来来。淡定，我跟你说。呀呀呀呀！你是想学你赵叔叔是吗？对不起啊，天天，我们这个门设计是有错误的，本身上面是没有网。来，有请张队。不是不是。来，赵哥。不是，有点乱。谁贴？赵俊哲。你贴啊！再见。回来，你别走啊！那门谁？不是，大家，你这个有点不公平，对不对？啊、因为他是专业运动员，如果你要是专业运动员上来踢的话，那我也换一个专业守门员来，好不好？啊、接下来有请长得跟我非常连像的我的哥哥登场。欢迎，来欢迎。来，哥，哎，就是他欺负我。你叫我也害怕。为什么？这个第一，他是我的教练啊。第二呢，这个有数据依托啊。这个赵导的职业生涯点球射进的成功率，在世界都是名列前茅的。真的、啊？除了门柱能把住，也是没谁。不是，这样这样，咱们先呢，有请秘密给我们好好介绍一下，好不好？来，秘密，你介绍一下。好，来，站在我身边的这一位张璐是咱们辽宁鸿运俱乐部的前主力门将，那也是咱们辽足的副队长。你先等一下，说关键的。我老公。啊，这个是正题。啊，那个什么，老公啊，不是。哎哎，主要是我们俩搭档习惯了，他称呼什么我就称呼什么，是吧？哎，刚刚这个小孩我守的不是表现很好，但是呢，您上来要体现一下你专业的素质和修养，好不好？来，我是踢不了了，赵哥，你先等一会儿，留着，最后让赵哥和我们的张璐进行一个表演赛，好不好？好，咱们首先先有请谁呢？刚刚那个小乔哥说了。我是校队的，我在前面，我这踢都踢疯了啊！是吧？来吧，接下来让小哥冯小泉感受一下，有请。让点我，小泉哥，小泉哥，这样。我跟你说，我还能给你添个词儿。这样，您点球，张璐守门，梁宏大老师进行一个简短的点评，好不好？好。那您觉得多多远的距离，他既然是专业的，咱放这儿行不行？这有点。要不就直接扔。你直接放门里好吗？太近了，您定。赵哥定吧，咱们赵哥定一个标准的位置。也得比天天他们那远点吧。你真有出息，你比天天远点。你。不管咱能踢进踢不进，规矩必须遵守。好，那既然规矩，状态必须得。你看这边的状态也有，张璐手套都戴上了，来吧。这门有点小，来这，我有一个要求，能不能就是说，这个你手不能动啊？
我觉得你这个要求特别的好，是不是？手不能动，你换手套也没用，是不是？手对不起，工作人员把眼睛也蒙上，来，这个有点不公平。你把他抬走好了。手不可以，哎，手不可以动，手不可以，对，哦。好，来，第一发没中，来进行。这腿真长啊，你别说啊，这还挺难的，不用手。啊，哎，没错。那个怎么样？对不起，死角。你应该，不是，你是打门柱上传进去的。我跟你说，其实当年2002年世界杯，俊哲那球就想蹭门柱而进，是不是？啊、对不对？啊。但是当时正好那韩国那正好来阵风。他正好就门柱就是这样，我跟你们说，真的。谢谢小田，谢谢小田，谢谢。好，杨老师，刚才这两脚球，冯小泉进了一脚，没进一个，啊，没进那脚球打出了《霸王别姬》的惨烈，进了那脚球感受到了冰糖葫芦的甜蜜，两个人通力合作给我们献上了一曲快乐的中华民谣。OK。哎呦，棒。那接下来来最后很关键的了，接下来就有请我们的队长对阵副队长，好不好？来吧。确定吗？确定，咱们表演一下。让点我，别欺负小孩。我可不可以用手这回？可以、啊。用手可以用手，他专业的。我跟你说，他成功率很高的。梁老师你点评一下。这个明显赵俊哲这是非常专业的脚法的，就是我们小的时候踢足球也经常有，这个时候教练告诉我们你往哪个方向使劲，然后踢出另一个侧的旋转。难得的是这么一个五人制的小球门里，赵俊哲在方寸之地踢出了这个旋转，但是我的感觉张璐有放水嫌疑。就面对你的领导不是那么太敢放得开。其实他放的不是水，是放的快乐。接下来要把快乐传递给大家，现场的好朋友要不要这个球？当然了，你光要没有用，我说一个惊喜，你们更要这个球了，因为上面有我们赵俊哲队长的签名，还有张璐的签名，要不要？来吧队长，来，3、2、1走。再见。阿姨抢到了，阿姨，哇、哦！等一下，来，还有一个，来，最后，哇！还有一个，我觉得最快乐的就是那位阿姨抢到球以后去撕着包装，我的，太可爱了。好了，在这里再次感谢一下啊，我们的门将张璐来到我们现场，谢谢。